谢谢。我觉得他俩不应该叫惊喜组合，他应该叫超萌组合，刚才被萌化了，有没有？在投票之前呢，我们还要请我们的两位人气助理官为他们的两位哥哥再拉一次票啊！来，薇娅，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王炸组合，谢谢！手里的票投起来，好，辅导组来帮忙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们真的非常棒啊！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弟弟，但是第一呢，有几个原因，一个是我们这个杜淳老师还有这个文翰，他们两个的是歌舞表演。啊，歌舞要唱跳，因为我自己我就知道唱加跳是非常非常难的。然后第二呢，我觉得说杜淳老师又是一个纯演员，演员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更加值得被鼓励，对不对？所以媒体老师们啊，谢谢，你们投出手上神圣一票，加油。好，